哎，你没有介绍你自己啊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口。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是帮我姐姐画一个妆容，因为她今天生日嘛，想帮她改造一下。然后我事先已经有发了几个照片，几张照片给她看，她最后选的是很不要脸，张带蝴蝶结的马尾的这个。她说她要18岁，好，我今天就满足她。然后我现在先帮你拍一张，还没化妆之前吧。然后我会用美颜相机的。对比太大，我要改造前，改造前，哎，你没有介绍你自己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口的姐姐。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口的姐姐。然后呢？你有什么期待吗？就等下变成少女，啊，我本来就是少女嘛。好吧。2000 years later， 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吗？就这一步在干嘛？做甜甜圈吗？那你还是没有说很白痴，就是那平时是没有这个步骤？没有，水煮糊涂直接走。因为要上班，其实现在很多上班的就都是化妆就很简单。你同事有化妆？没有，你没有水煮都不涂。你没有同事？有，水煮都不涂那太夸张了。我觉得起码防晒还是要上一下。防晒都不要上。防晒，你上就很多防晒。你们涂防晒？没有。仙女是不用涂的吗？这阳光不会晒到你，你是鬼吗？娇兰的粉底液，因为这个色号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白的色的，而且也会有持妆的效果。反正如果她要自己出去拍，就是要会脱妆。你看我用刷子的话，就可以还剩这么多。就真的是因为我姐的脸比较小，用不到这么亮。我看镜头还要照一下自己，看自己好不好看。没有。那相信化妆师好吗？黑子姑，回来后，回来后。你会把你不化妆，你要把你的脸交给化妆师，要相信他。我该不化妆，会等到另外一个自己。痘那些都遮不住。我觉得我遮不住。有啊。又说一遍。你的眉毛有点高低眉，已经好很多了。好，我弄高。那个表现出来就把眉毛两边贴了，那个眉毛好像两边。不要说话哦，说现在像个人一点，还不太像。他亲弟说还不太像。我没有染眉膏就用睫毛膏代替，我可以。它眉毛部分就是画的还蛮浓密的感觉，不要再挑，他这边还在挑高，你一靠近我就紧张，在发光发热，哼，我想揍你，你舍不得，我怕被人揍，来喝口水，来喝吧。大家给我想看的姐妹们，弹幕扣一。你这一盘真奇怪，因为他今天是要18岁。哇哦！要嫩。你除了你出家那天，可能就没有这么认真的化过妆的，就没有对这么认真的化过妆，是吧？对，太年轻了，天哪！我想，那时候我才刚上大学。2006年没有被认真对待过了。好惨哦。大家就眼下记得先定个妆，就比较会卡的。
位置很容易跑的。我刚忘记停了，所以他已经卡住了。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如果我弹一出来，他的年纪会小一点。你看得出来，你现在看得到过场吗？看不到。不近视。对。人太低了。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结果等一下看到可能会吓一跳，说怎么这样？哇！不会，他不敢。然后再加一点点刚刚这个高光。我觉得卧蚕一块真的是好看的。我现在的卧蚕要靠画出来了，已经快没有了，握不住了，握不住了。你现在有看得到自己卧蚕吗？有，怎么看得到呢？刚才的卧蚕，下面我们把鼻影也画一下，睫毛都不用夹了，不用，然后他们卷，他有 Q 一样，卷的，他像画眼线，你想眨眼睛的话，告诉我，停下来。阿宝，快点画点过。哇，妈妈你好漂亮哦，真的对的我不知道他们有些知道有东西艾特提醒我把一个给你看高官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歌吗？因为我等一下会加背景音乐。我关电，关电。现在妆容就已经换好了，然后我们先看着他的妆容。他现在就自己先拍一张照片，然后怪死呀，那左右脚在那里，哎。他头发真的特别多，可能是我的三倍。哦，我以前更多，像快秃顶了。可能是不止哦，因为三倍不止。今年最干是亚洲第一件事。三年耶。今年三年过来先烫完，然后等一下再扎起来。可以拍到证件照里。可以啊。烫完了，我没有给他很细致的分为三层，因为觉得拍拍照片嘛。不严哎，这个一定要小心，不然就毁容。
它这种半马尾，如果觉得这边立不起来，就在后面加。叮叮叮！哦，懂了吗？对呀、啊，怪不得我，就它很容易倒下去。然后就比较晕开，就这样就好了。但是用完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可这样子侧面一下就暴露了。没事，来我们拍照。参加我的仙女派对呀、啊？要不要？我去看看。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妆容就已经做好啦，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哎，大家觉得怎么样不重要，你觉得怎么样呢？嗯，不是，我说错，应该他觉得怎么样不重要，应该大家觉得怎么样？红发是吧？对的，就是女孩子要是有打扮的话，真的是会变得不一样。希望你大家都要勤快起来。好吧，我今天早起一点，我本来就6点半起来，以后估计要6点起床了。化妆确实比较耽误时间，但是一起变得美美哒。好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你怎么生日快乐，噔噔。